我感觉讲，这真大个问题，吼、哦，这不是干那一个城呢，迄高安地吼，迄二三十个城的吼。这约书亚记嘛咧记啊，记甲遐清楚啊。约书亚奉上帝命令进入迦南地啊，屠杀原住民啊，相款的字哦，哦无啊，伊毋是干那。不分男女老幼呢，全部杀光，留一妹留一下呢。即句即伫个约书亚吼，讲你八拜啦，因为无共八拜无共个声吼。那即句安尼为屁的吼，不分男女全部杀光，没留下一个为屁八拜。每一个声屠杀了，上帝拢讲一句话，圣经拢写一句话。伫个约书亚，迄、那个约书亚记。这句出现八几十摆了，卖讲别个圣经，当然约书亚记都出现之后八几十摆。你等于甲算看卖啊，我算几啊摆算未精哦。啊，唔呐，今日尔，上帝甚至将个太阳哦，甲月亮甲停了哦。因为神话约书亚记到上帝哦，讲啊日头暗啊，你无看人啊哦，啊你这敌人哦。阿妈人哦，你这阿妈人，这阿妈人开也未了嘞，日头要落山了，叫上帝从日头甲月光甲停起来，过好伊太较侪人嘞啦。你讲我上帝做这落代志，哦，这毋是干咱一代尔，这过两三百冬啊吼，甲三百年的时代吼，伊又搁是写奉上帝名，这圣经伊就是印安尼啊。不是我写的啊，哦，照样啊，哦，杀尽这阿妈，这是啥？他都爱写阿摩人，这是阿妈人，我拢认袂清。我老啊，哦，迄阿妈人、阿摩人，我拢记袂清楚啦，哦，哦，啊嘛是各种从男女老幼孩童，伊不是干那牛羊尔嘞，参牛羊嘛都爱抬死呢。因为这个所罗门王去予上帝甲吊起落，就是讲伊。遐牛羊无甲偷死，遐牛羊无甲偷死，伊讲啦，伊讲遐是要捞起来咧献祭，献予上帝，伊嘛是照常甲偷死，所以就是讲全部杀光就对啦。过来过去哦，规个迦南地哦，拢全部杀光了。我甲你讲哦，讲这上帝奉命哦，赶尽杀绝啦。参谋因边界都无啦，你要相信不相信啦？这规个历史上哦，我无唔捌看到讲遐凶啊，遐可怜啦。哦，我要甲你讲，你杀死偌济人呢？你知影？干那伊遐以色列人哦，六十万的总兵啊，并无两百五十万，差不多两百五十万人。伊迦南地毋是迦南亚国一个呢，约迄伊个祖公伊阿伯拉罕要出来时吼，就对五年伊迁徙到迄个哈兰佫落来迦南地，迄迦南地毋知有几千人呢，伊干那一个亚国就生产到250,000的人，他们台北市比济人。伊将遐迦南地人规个拢招灭啦！伊规个圣经，若是话你找袂出讲，伊倒伊招袂无着。那照伊写是讲，拢全部杀光啦！偌济人，我问恁几个人，恁家己去算。规个台湾哦，咱规个台湾哦，要甲一半个人都规拢个，拢去予若是话杀死啊！迄是真可怕呢！事实无事实，我唔知，我是将一个摕起来大家看，吼、哦。事实无事实咯，恁家己等于，你用手算盘咧，答袂使，用calculator安尼算，吼、哦。
我算是几若千万人，无怪你嘛咧Holocaust 吼，迄犹太人啦，什么战争啦，迄宗教战争啦，又啥来抬来抬去，抬到即阵嘛要来抬，吼，为着什么人？为着以色列人。即马国过，我要甲你问，咱基督教是咧拜什么人？我唔知啦，吼，我直接要先甲你讲，基督教的信仰，咱的圣经。有三个上帝，这 BC 哦，因为甲公元甲公元前啊，加起来是，这是四千年前。那苏经书，我讲炎帝令人畏惧的时阵，我无了解，迄也无文字的传啦吼，迄也无文字的苏经书的代志卖算啦吼。但是对有历史啊，毕竟汉以来吼，就是。B.C. 公元前两千年以后，吼，这个上帝是撒美外邦人，吼，这个神是啥物神呢？是我写真神，其实就是万军的耶和华啦，伊的名叫做耶和华，咱就袂使圣经叫咱唔通写名啦，袂使阁叫上帝的名啦，所以我讲叫做真神啦。其实就是万军的耶和华啦，安尼你知无？这就是咱的上帝啦。这个是啥物人的上帝？讲搁较清楚咧，就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啦。哦，啊，新约这走一个耶稣人，这三个，咱是咧拜对一个啦。我唔知啊，我唔知影我咧拜对一个啊。啊，是三个拢总是啊，哦，所以第一点我就讲，三个基督教三个上帝，咱是咧拜对一个，啊是三个拢总拜，哦，这是第一点啦。第二点我要问个啦，第二点我要问个就是讲，保罗的原罪甲救赎的神学，因为。咱基督教不是耶稣创办的啦，耶稣在世时无基督教啊，耶稣死了嘛也无基督教啊，是对保罗也来的。我保罗的神学就是原罪甲救赎的神学，但是保罗迄阵，迄第一世纪，迄嘛无基督教。咱基督教是甲第四世纪、甲第五世纪才走一个基督教出来。耶稣死了四五百年才走这个基督教出来，但是这个人耶稣死了后吼，这个保罗不是耶稣的学生，你敢知？那十二个使徒是什么人，我嘛不知。啊，咱呢耶稣嘛无在世嘛无安尼讲啊，啊耶稣的学生十二个学生嘛无安尼讲啊，啊保罗讲出来嘛无死惊，迄当时啊伊在讲这讲这个神学，伊的神学出来嘛无死惊。等到第四个世纪到第五世纪，才走一个讲基督教出来了。咱的基督教是咧信什么人？信什么人咧创啥的？哦，不是啊！我先跟你讲啊，伊这个原罪是对亚当夏娃哦，第一等违反上帝命令吃禁果哦，对一家人类就生的，对伊从那开始哦，咱就生的罪、活的罪、死的罪，规世人拢是罪啦。你敢知？我从细汉啊，国民党，哇，我都要报道呢哦，啊，都胸前都爱搭一块布啊吼，啊，都爱写一个我是罪人啊，哦，罪人是我今仔去行街路啊哦，讲叫我都爱行头前啊，啊，因遐大人哦，拢避伫后边啊，啊，我就拄仔讲哦，我是罪人，我是信耶稣，恁拢来信耶稣呢。哦，我对嘛，我是八十一岁的人啊，我是伫个地级的门家口伫拍门，对袂起，地级啊吼。但是我迄当时的心态就是讲，一生拢活伫个做啊干中啊，买赎罪券啊，但是去教会就是我有认罪啊。但是这个哦，我确定这个甲你讲，这个原罪是安怎来，我唔知吼。即摆唔非啊，圣经内底佫甲你写。这一个龙旗啊吼，
爸母不应该因为伊囝儿所犯的罪被处死啊，儿女也不应该爸母所犯的罪被处死啊。每人爱担当家己所犯的罪啊，啊，这晓得圣经啊，这圣经嘛是上帝的话，噶毋是安尼？啊，保罗啦安尼解说，我唔知啊，我就是要问恁啊，哦，噶毋是啊？这个保罗，这罗马哦，这罗马这个就是保罗啊，这就是保罗写的。保罗安尼甲你写，保罗啊，唔是学生，耶稣学生啊，伊甲你写呢啊。一个人犯罪，众人拢必定罪啊。哦，一个人逆行啊，众人拢得到赦免。当我是要发落这条，还是发落这条？这条是摩西讲的，不是摩西讲的，是上帝甲摩西讲，摩西的律法，你知无？这条是摩西的律法，这条是一个保罗耶稣死了才造出来的，这无同来源。但是问题是对一条较对啦，当然那个看卖啊哩吼，先看原罪啦。讲咱的原罪哦，这是我将要讲这个事哦，是宋专生写伫个册顶哦。我甲加油刷秘书啊，吼，我甲加油，所以是我的主观啦，你唔免信我，吼，我们做参考就好啦。因为宋专生伊嘛唔敢写啦，我知影讲宋专生哦，伫讲伫写册哦，伊拢留一个后部吼，留后部，所以我就读了，我就转甲。宋传生遐写遐，我就总甲抄起来吼，啊，搁甲加好少煞味素。我讲阿东阿娃是代表一男一女，迄是也是一个人类的一个男人甲女人啦。照阮的牧师啦，照罗仲义牧师，讲迄原文哦，迄原文是希腊文哦，原文是复数啦。啊，迄复数就是讲，唔是阿东阿娃，唔是一个人啦。不是一对查甫一对查某的啦，是代表男人女人。我这大条啊呢，这哪呢？解落到第几个圣经拢爱定下呢？哦，大条的代志啊。即摆第二项代志哦，讲阿东甲阿娃食迄哦，将伊的罪哦，甲牵拖即只罪啊，啊。宋传生讲，迄只蛇在讲话，同伊啊蛇在讲话。蛇本来就是袂讲话，蛇本来就是伫涂骹咧爬嘛，它会讲话。啊你上帝甲问伊个，讲啥人教恁只？伊甲牵大对蛇去啊。伊即嘛毋是啊，即嘛牵大蛇，蛇都袂讲话啊，蛇也袂辩解啊，哦。所以上帝就甲救助啊，救助蛇讲完了，完拢这只蛇吼，无有脚不得袂当用巴肚行啦吼，都爱用巴肚行啦，终生出尘土啦吼。我甲讲啊，我其实哦，迄只蛇比亚当甲我还未出世前哦，都无脚啦，因为咱照迄演化论讲起来吼，迄爬虫类吼比陆上的动物搁较早，搁较早，为哪？哦，因为蛇就是爬虫类啊。哎，迄阿东啊，我才四千人一个代志，这食蛇原是伫个涂骹爬哩，为哪？千万吨、几亿吨啊，为哪亿吨啊？你才讲哦，做伊即马讲都爱用脚爬啊，这马来照古怪，我嘛傻无。迄只蛇哦，是当时咱的成本哦。我都爱去找一个生物家吼，哦，看讲迄只蛇是当时哦，啊，迄几若千亿吨哦，几亿吨的大程度，蛇都伫遐爬咯。伊即马才咧甲旧蛇讲，伊都爱在涂骹爬着，这嘛是沙无啦，哦，毋是沙无尔哦。上帝既然都甲因激发，大家拢有罪啦，拢甲因惩罚啦。为什么全人类哦，做做事事有罪啦？哎，这嘛真古怪啊！上帝，你都该接罚了，该罚了啊！你的罪都定了啊！
啊，你若不停车，咱这也袂出事的人的罪，这嘛足古怪。上帝佫甲咱吼，伊所做诶拢是好诶啊，啊是啥人去创伊只蛇？上帝拢创造好诶，啊再创出遮一只歹蛇出来，吼、啊是啥人？是啥物？宋传生唔敢写啦，我替伊写出来。我甲讲是谁设计了那棵伊甸园诶神木树啦？因为宋传生唔敢写迄个代志，伊也甲你让空白，你敢知？吼、一旦空白我替他写出来。啊，吃石榴树有什么坏？啊，上帝都疼咱世间人啊，咱目睭变光，知影好坏安尼是，啊，你着真好嘛。哦，你讲上帝咧，上帝爱咱做迄个亲民人，唔捌人，唔捌技术哦，对不？哦，唔是啊，伊上帝不爱咱分别是非啊。哦，所以恁这基督徒恁的信仰，恁就是讲恁唔免分别是非啦，对不？啊，无分别是非，吃遐神啊，骨头有啥物做咧？啊，拜了，甲凑凑起来，就卖有食就是啦。哦，但是这是老实讲，我读迄圣经，我读袂了解啊。读袂了解，要爱牧师甲解说，无人会甲解说啊。哦，即摆我搁讲啊，也袂了咧吼。原罪神学是对的，我讲何罪之有啦？是什么罪啦？咱来个问，咱来请问是什么罪？伊阿东阿娃讲是复数啦，哦，意思就是讲查甫人对吧？这规个历史甲圣经拢定下啦，无要紧，咱改写圣经也无代志。迄圣经本来就是人写的，本来就是人写，咱改定下一摆嘛，无要紧啦。这嘛不是啊，这嘛就是讲，迄、那个食禁果的人是伫个伊甸园的内底啦。啊，咱伊甸园外口啦，的人都无食禁果啦，对无？你是讲复数啊？啊，复数当然是有几难的四组啊，敢若一对四组伫个伊甸园食禁果尔。村内遐四组都无食禁果啊，对无？啊，无食禁果就无罪嘛，啊，无罪就免死啊，就免那个人赎罪啊，免耶稣定时入去啊，敢毋是？对无？吼、哦，这嘛不好啦！你讲恁家的拢，恁家的食啊？你讲你即马讲这两个哦，你要选一个啦，选一个。算一个也好，算一个，你算一个你，你即马的答案，你若问牧师哦，一定甲你讲，阿东家我是人类唯一的始祖啦。伊一定牧师一定甲你讲 yes 啦，但是讲 yes 无要紧，你安怎解释？阿东家我讲圣经甲你写讲，伊有两个囝，一个是该隐，甲一个阿伯，吼、哦，一个是足古怪，全世界你存啊才四个人尔。都爱农夫啦，都爱农夫啦，啊，都爱牧羊的啦。咱像迄阵啊，你若无牧羊，无农夫，无家己种作，无当吃，全世界才四个人尔啦。你若经这个道啊，是才四个人尔。哦，即摆唔是啊，讲这个解闷无代无钱哦，都是啊。咱的上帝哦，爱食草，唔爱食菜啦。啊，伊要爱食草哦，所以才引起两个兄弟啊怨妒。无代无一世的人就住啊得啊吼，即马阿伯就是上帝爱食伊的草啦，吼、哦，怕辣啦。啊，该阮就用个农作物啊的，但是就是两个总甲杀死吼，杀死了后，即、這个该阮上帝该问的时吼，伊无啊多人应，伊甲上帝诉苦讲你甲处罚咧上重啦。伊讲要甲厝外讲，叫伊去伊甸园外口遐做流荡啦，流荡哦，放荡，流荡哦，遐有一个讲流荡的所在，互伊去放，去互伊流浪就对啦。啊，去流浪的时间，伊甲上帝因讲哦，哦，我出去若去互牛着哦，因拢要想要甲杀我啦。即摆问题就是讲阿东甲阿我世间剩三个人尔啦，
阿东阿娃，甲过一个解问尔啦。伊讲上帝解问你个解问，解问我若出去去互人看见哦，哪会甲我代志？要叫什么人？要叫鬼看到？都无人啊，三个人尔嘛。你要叫鬼看到？哦，唔是啊，这个。解问我，我咧甲因啊，甲讲啊，甲上帝，上帝安怎甲伊答的？讲杀人啊，杀死你哦，我就搁背七条命给你啦。这上帝嘛咧处理啊，七条命要对对来，都无遐人啊，七条命要对对来。哦，这唔是哦，这你若搁甲读过哦，搁甲经过哦，上帝搁要经过困难步骤，伊个人哦，伊个人都无啊，遐拢鬼啊，遐唔是人啊。这不是啊，这个古了后吼，搁你知影阿伯去娶某，怎么我们三个人搁有得娶某，你知无？娶某搁生囝哦，啊叫做娱乐，啊这个娱乐这个某对对来啦，这问题在遮，所以这个成立这个假设哦，未成立，未成立，干那存这个答案。这个大人就是无罪啦，何罪罪恶啦？咱都无罪，带着人家拯救啊，都在耶稣替人就死啊。我要跟你讲，就是讲伊殿当边要有人，伊唔是啊，伊这个刷落去，伊心情真长哦。如果讲伊的孙啦，伊的孙我安怎讲的咯？伊即马上帝甲伊的孙讲，若有人甲你提示哦。即马唔是要背七条命尔啦，要背77条命啦。我这77条命就是讲真侪人安尼，哦，足古怪啊！你也愈读哦，就是讲愈读愈乱啦。我读愈，所以我就是讲来讲去哦，所有我这是主观的，我家己做法官啦。牧师要了甲我解说，我唔知伊都无甲我解说啦。但是我即马倒转来讲，无罪自由啊，就是讲这个原罪。我若无这个原罪的时哦，即马我要甲你问哦，咱的基督教哦，真侪趣味的所在啦，唔是我咧讲遮尔，因为讲袂了，所以我提两条哦。咱现代人哦，咱现代人像我咧人哦，头壳较定啦，拢爱证据甲体验啦。啊，古代人哦，拢靠迄个见证。但是我唔是讲伊唔对啦，迄古早人，迄讲伊讲做时移境变迁啦，啥吼，都变了了啊！咱都唔是当时的人，定定要去考古，咱咧圣经那咧礼拜，我呢七八十档啊，逐日拢去伫教会咧考古，我实在是无爱读啊啦！迄古早人伊定安怎想，惯大伊定安怎想，咱怎啊想咱个啊？看咱个想咱个啊！我两千来基督教哦，拢坚信人类在做出事，我讲无罪啊咧哦，啊，佮咱讲耶稣是唯一的救的道路啊，耶稣，若无信耶稣，你就未接达进入天国啊哦。第二条哦，三位一体啦，啊是信对一个上帝啊，咱的伊这三位一体，参我咧讲，三个上帝佫无共呢，哦，迄三个上帝是一个意识的人的上帝。一个是创造天地，迄都无历史以前的天，迄上帝；一个是新约的耶稣基督啦。咱是咧信对一个啦。问题，啊，你三位一体是咧讲我都听无。三位一体嘛，唔是讲耶稣死了就造出三位一体来。过到第四世纪、第五世纪啊，才造一个三位一体出来。这个中间，恁三位一体是安怎定出来，我唔知哦。我是讲，这残忍的上帝吼，甲一个是真残忍，一个是真宽容哦，佮慈悲疼痛哦，这都无共的上帝。你叫我通通信，三个都信哦，问题我都信袂落啊。啊，你的三位一体甲我的三位一体都定义无共啊。我的三位一体就是讲伊三个啊，啊，伊在讲的三位一体是圣神，像我查无哦。即马较严重诶哦，古早人哦，迄意识的人就是讲伊同大，伊是上帝的选民哦。啊，其实意识的人哦，
是一群仔一撮仔的民众尔，伫咱世界算算老几，算无啦，算无对的啦，吼。但是毋是啊？咱基督教才将伊古代犹太人的圣经哦，来甲当作咱的圣经啊。迄本圣经叫做古约圣经啊。咱是现代人啊，咱嘛是，咱是中国人啊，咱嘛毋是以色列，咱毋是黄面的、青面的啊。咱将犹太教的圣经啊当作咱的圣经啊，哦，咱嘛将犹太人伊部落的上帝来变作咱全人类的上帝啊。这是咱家变的呢。你甲读古约圣经迄个上帝，无写讲伊，我看袂出讲伊是全人类的上帝，我读无。这拢咱人做的呢，啥人做的？基督教做的。结果呢？咱嘛毋是犹太人啊，所以咱讲的，咱就是上帝的儿子啊。咱将咱家己甲变做犹太人啊。你甲问牧师，讲咱就是选民啊。你选民就是讲你甲我拢总是犹太人，我嘛犹太人啊呢。诶，足古怪啊！足古怪，你变做犹太人是要紧啊？可惜这个犹太人啊，即阵伊都无承，伊都无咧承认即个啦。是去讲咱去讲讲迄个因个做工个迄款乡下啥拢共接出来吼。但是正经因浙江个犹太人都无咧承认耶稣基督啦。吼，这是我爱讲个所在啦吼，对不了啊吼。四点吼，即摆我咧讲。这就是讲哦，咱的教会这买点就是安尼啦。我就是讲，咱家己要反省啦。我家己都无法度人想，我搁打一块黑布啊，一块白布啊，写黑字，讲我是罪人哦。问题我行未出去，我答未出去啦。我家己无信的哦，我都无去说。啊！你讲创世纪安怎解释？我都无信，我都无信伊安尼讲。你讲叫我去同意啊？我都唔嘛。啊！我若唔是，我要拜什么款人？我三不四啊！我唔是基督徒啊，唔是啥？我是啥物人？我唔是回教啊，唔是迄个佛教啊。哦！啊！你讲叫我是啥物人？我是另外一种的无共的，唔知啥物基督徒啊。我不是人啊，这变作不是人就对了。我这时间是要有，所以我这两张是无啥爱讲啦。咱即摆少年人哦，少年人拢讲是 spiritual not religious， 这张其实是对凯伦甲陈仁雄遐来的啦。迄叫陈仁雄带掉的啦。因两个拢甲我影响，我今仔日的想法行到这个地步，拢因两个甲我牵的。你刚刚那问题哦，你拢问因两个，人问我。我是主观的哦，我承认讲我讲的不一定对。即摆我就是讲哦，咱的教义哦问题啦。你想过主观哦，这个主观的论述哦，讲未通，咱就留啊较客观的。讲较歹势，就是理性啦，很多理性，哦，袂当脱出你个理性。咱个信仰，我见我拢无反对，但是爱有理性。啊，你都爱互人有质问个空间啦，哦，无讲我要参你讲，你唔参我讲，哦，安尼干呐？你讲要甲我传道，来传你去，接受袂，我多人接受啊。即摆你讲，即摆少年人就是安怎？即摆就是安尼啊。你无甲伊说明，伊才会要甲你信，哦。所以我建议讲，宗教都互人有迄个主义的、较自由的空间。我想教会才会较有靠将来，无你教会真歹有将来。即卖我阵其实要真侪比我老公，我阵结束者都是结论啦吼，即我的结论就是啦。一个人甲我问我，乔俊亮，你是要讲啥？你结论伫底？迄个人伫底？伊坐伫遐啦。我的结论就是讲，理性的宗教信仰。啥物叫做理性？吼、哦，我先甲你讲，
客观的基督教的信仰，就是一个咱若对我，我即摆用边仔来看起来，我对基督教的看法就是讲，旧约圣经是犹太教、基督教、回教的共同基督教，旧约的圣经是一个以色列民族的宗教书啦。迄足侪宗教书的内底，其中的一本，我的看法就是安尼吼。啊，这个圣经是毋是？infallible, inerrant, 我不知道，我跟你說，我承認啟示跟歷史，這兩段都總是對是上帝來的，我接受，哦，但是聖經是人寫的啦，人寫的，你知道，不是一個人寫的，那聖經你把查到到的，每一段，那話都不知道對對了，我剛才在跟你說摩西，你說約翰書，約翰的道理哦，約翰的道理甲保罗无共呢。保罗是讲，保罗是原罪啊，約翰无讲原罪。約翰讲，耶稣替咱受死的，就是决定是 glorified God 的荣耀，但是伊讲咱人无罪。哦，安尼嘛是基督徒啊，但是问题就是讲，一本圣经的内底約翰教呢啊。啊！这保罗讲一项啊，啊！咱今仔这个基督教哦，是保罗派的，你知无？咱是拢信保罗，无咧信约翰的哦。但是你讲个约翰，你讲个这是上下。约翰是下一本圣经是伊耶稣死了后，耶稣死了后65年到70年的中间写。迄当时约翰是90岁啊，90岁的人。在写圣经，约翰捌字毋捌字，翻土语人啊，伊可能毋捌希腊文啊，伊可能无读册啊。啊，伊希腊文哦，古早希腊文哦，你敢知古早是几千人的中间才有当一个读册呢？啊，你若几千人的人中间有一个读册吼，伊无去土语啊。啊！你有读册嘛？无得写呢，要写一大堆，无破纸哦。唔是啊，耶稣死了后60年、70年才咧写圣经哦。这60年到70年的中间，写的耶稣讲啥写的对，无啊无得。迄当时无文字哦，是用人传人，嘴传嘴安尼，一个传，迄传传咧到咧，无一定啊。倒下，你知无？你知啊？60年耶稣死60年啊！哦，这就是靠人甲人在传话，无啥物写的。你会使讲这是上帝的启示，但是无迄落写的物件啦。啊，伊阵啊约翰要来写哦，伊嘛唔知要哪写，伊也无读册啦，哦，无捌字。我无当年，伊当时的希腊文、希伯来文，无管是希伯来文、希腊文啦，迄阵啊，拢总到3000字的希腊文啦。现在咱有30000字以上的希腊文，现代文啦。迄3000哦，你要传达人甲人要传达意思哦，迄一字希腊文有几若十个解说啦。你要解说好，解说歹，随着你解说啦。所以我唔知安怎讲啦，我刚才会再讲，这是上帝的默示甲灵感啦。但是圣经是人写的，人写的就是讲靠人安尼传话，传你60-70年，啊才来写出来。啊，看你的话对对传来，每一个人，你若去找着我就惨，你知无？我这搞怪的，我讲的拢参人无共的，哦，你敢知？哦，所以我是讲。我嘛唔是咧讲遮人唔对啦，迄古早人我著甲你讲，迄4000年前、3000年前的人，生活水准参咱拢无共，伊也无读册吼。咱困起就是迄对迄山洞爬出来吼，就是咧找讨食，讨食了后就是相拍就是刣死人啊！我看到你当刣啊，因咧创啥？你想讲因拢咧读圣经哦？无啦，所以我就讲这是。圣经内底哦，有掺真侪迄落作者甲传说作意思啦，所以这是我的解说哦，但是我哥也未了咧吼。
最后一句话哦，最后一个讲，咱这是活在古早啦，这是活在现在啦。咱是今仔日的人，咱是有可惜的日子啦。我无甲你讲拢拢对的啦，无可能对。科学嘛，我甲你讲，科学今仔日对，明仔载人就都唔对了吼。但是可惜的日子哦，咱第一哦是用客观的假设开始吼，去探讨了解别的资源。结果呢？你讲结果，这基督徒敢有影讲伊无承认上帝？有啊。我嘛是基督徒啊，但是我去读册都毋捌，教授都毋捌甲我讲话，你咧信什么教啊？哦，因为科学是无宗教，伊毋捌宗教，伊也无咧甲你解释宗教。科学参宗教无冲突，哦，科学是咧教伊是讲我甲今仔日我安尼做出来结果。所以，即个基督徒大部分咱的圣经嘛是拢遐，遐科学嘛是拢先咱的基督徒发明出来啊，哦嘿。哎，爱因斯坦啊，你诶，牛顿，你诶定律吼，真正把拢基督徒做出来嘛。所以上帝，我上重要就是讲，基督徒嘛是肯定科学家，是嘛是肯定上帝创造宇宙甲大自然啦。我都无甲你反对嘛，对无？吼，毋是无甲你反对尔，我是甲你讲吼，即个科学诶新主啦，吼，先拢来讲新主，伊诶新诶一直出来啊，无一定讲到死啊。这活的啊，会当提升哦，提升到理性。我无甲你讲，伊伫迄出来当理性啊，是比较得有较理性。哦，所以提升这个理性的宗教信仰，哦，咱会当互教会做参考。哦，啊，我的结论就是安尼，安尼到这了。哦，谢谢。